妈的噩梦，提早老化挡不住。当完妈之后，不仅话匣子打开，我觉得这骨盆也都跟着打开。这是我的妈妈包。他的小，其实就是一整天下来就是往回钻嘛。可是我朋友我在想说，嘉欣你的肩膀为什么是倾斜的？因为包括抱小孩或者是帮小孩洗澡，所以久了之后，它比较容易出现所谓退化性关节炎。然后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老化的表现。今天晚间八点，妈妈好声东森超市三三频道。